两人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是怎么弄。等一下，我先开画面给观众看。先把它拉大吧。拉大，拉大。有了，有了。等一下，翻动键。好。好，来这个翻这里，不然你就找不到、啊。来，等一下，来。喵！等一下。好，来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是哪里？我是立根超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可以。你超烂。啊、等一下，重新推。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改标题。好，你先改。對，先改标题。我们刚刚是测验而已，好不好？这可以放大吗？可以再放大一点吗？好，你说我们玩的，对啊，我们玩的、啊、小朋友起大。骑大胶、喔，骑大胶，骑你妈啦、哦！我看到那小朋友下楼梯啊，那我们大人全部骑大胶啊、欸！我小弟第87届，小弟下楼梯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刚你我不是欠你们麦当劳吗？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要算，如果我赢就没来，好不好？几战几胜呢？包五啊，包五来啊！先打个包五，哎、欸，包五还包三？先跟观众讲，我们先动，我们要先给观众讲说我们是什么颜色。OK， 好，我是绿色的，然后高伟就晃了，然后他死了，哎、欸，一比零。之后等一下还没啦，跟他说先给观众看。好，可以了哦、喔。我是等一下先给观众看一下，我是左边，我是绿色的，我是绿色，高伟是黄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哦、喔，打包我、喔。哎、欸，输得起麦当劳哦、喔欸，你真的是有够累的。哎、欸，这本来就哎、欸啊，一比零。有没有？我就先让你一把，免得你封我再变。哎、欸，很难死哎、欸！你别嘴哦、喔！啊，一比零。来，哎、欸、哎，等下掉，等下。咪。哦，你这个你这么二比零，好废。没有，我你不知道，我跟闪电狼一样。二比零。现在卡莎在看台，卡莎最拿手什么？让二追三。卡莎，快借我力量！让个追伤 哦！我现在真的是认真跟你玩的，不跟你演。你别闹哦！哦，完了！不行，快补血！哎、欸，你真的是白目哎、欸！不要！哦，没事，下一个爆超强哎、欸！没事，别说哦哦，你快死了啊！脚卡住了 ，nice。我卡住嘞、欸，我不是我左键卡住了，你去死！你刚刚在那边看到我刚刚过不去，你刚刚真的过不去，聊一下光自己说，他刚刚算一算二比一算一，等一下这样，你先开始，然后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不算哦，就可以哦，你不要在那找。我刚刚真的，那就是我刚刚真的一直这样哎、欸，我卡你哦，不是我刚刚真的一直这样。好，重新。哦，好，重新，这次不算。你没有在开始没讲的。你开始没讲，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好，没有，这是你自己，我真的觉得你反应太慢。你看我这个，好看，好二比二了。哎，按啊！我来啊！狼二追三哦！哎，我要死了！那没事，你自己去踩啊！哥先补血。哇！你啊好烂哦！我觉得博五大家看的，你先安静。我觉得博五大家看的觉得，我觉得博五大家会看的没意思。但你等下，刚刚那个都已经没有博七，你知道刚刚那个都已经让你赢，没有博七。我看你刚刚是这样，你刚刚是这样，我没有博七，刚刚是这样，博七。波七，三比三，没有，好了，波七真的波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三比二，你干嘛？你刚刚要干嘛？啊，好痛！来啊！哎呦，3-3，好，关键性的一局，决胜局，好，我开始哦，别说我又偷偷来哦。嫩，你真以为这样害得死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是要认真的。哇 哦，好痛！来，想害哦？哦，这可以哦！九一，kiss， 不爽，kiss 啊！
呜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哇，刺激好刺激，干你血奶满了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个决胜局打的有点久哎、欸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决胜局，真的是决胜局、欸。还想嗨、欸？啊！不要！哦，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。滚！干差一点！滚！想害我死去，太天真了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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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险！我妈的，再哇！厉害！哦，吃了米哦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没你不要丢我！操我！我俩要死啊！屌你！屌你！好辣的、哦！好辣的！鸡鸡啦！好烂！太烂了，输两份麦当劳了哎、欸！太烂了，太烂太烂了，太烂了啦！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刚刚越南大作战玩太久了，就我现在我没办法集中，我现在一直在晃神，所以是越南大作战的问题，就绝对不是我太废。有没有好？那我上楼梯啊！好，上楼梯啊！上楼梯是一直一个人玩的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就没办法，我不知道、欸，那就你上下来看看啊！